喂，財委會正式開始，我哋有足夠人數，今日我哋安排咗兩節嘅會議處理議程上面嘅項目。金錢利益方面咧，我提醒委員，假如委員就住今天會議處理嘅事宜係有直接或者間接金錢利益嘅話，請委員按照《議事規則》第83A 條嘅規定，喺該議事事宜發言前披露有關利益嘅性質。我亦請委員注意《議事規則》嘅84條有關直接金錢利益嘅情況底下嘅表決規定。委員會繼續討論古洞北。古洞北同埋粉嶺北新發展區嘅前期地盤平整同基礎設施工程，喺6月13日嘅會議，我向委員表示我已完成咗。黃毓民議員，請你。黃毓民議員，請你坐低。黃毓民議員，請你坐低。黃毓民議員，我再提醒你，請你坐低，我會處理，我會處理。請你坐低先。如果再唔坐低，我會。我而家就繼續，剛才所講嘅，我哋全部都有秘書處喺度處理當中。有關規程咧，我會再逐一處理。如果有規程嘅，我哋秘書會一間再記錄大家。我而家講咗開始嘅依部分先，係咩類嘅規程？係咪37A 嘅規程？樓度接收，但係點知原來喺秘書係五樓都唔準。呢啲唔係規程問題，我一間我。咪啲係個規矩問題啊？點解1、2、3樓啊唔準咁啊？點解五樓都唔準咧？一間我會同秘書同你處理。咁我而家啲秘書，我啲秘書可唔可以落嚟五樓啊？請坐低。